好，欢迎三位，谢谢。今天来了我们的困难组合哈，三位分别介绍一下怎么称呼。我叫马诗曼。马诗曼。我叫杨美娜。啊，美娜。我叫李雪。啊，李雪。我叫姐夫。没问题。我叫烧饼。行了，我的儿子。很高兴三位今天来到了有话好好说。据传说，三位当中有一个人还是绘画的高手呢。不好意思，是我。真的。你还会画画呢？哎呀，对了，我还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呢。哟，你来就来吧，干嘛还买东西？来看一下，就是作品、啊、这个就是他们后边这个，然后是 Q 版的。啊，我猜有头发那是我的啊。